因为气愤，图拉伯决定把利佩洛、迪米特、阿米德三人约出来谈判，做个了断。你们到底为什么要杀我女朋友？我们没有啊。听着，这件事我们都感到很难过，可是真的不是我，为什么这样怀疑我？那是只有我们才知道的秘密基地，而且我明明跟你们说过，那天我要给他准备惊喜，都叫你们不要过去了，结果你们还不是鬼鬼祟祟出现在附近。我们只是想帮你。一时狡辩，承认很难吗？一气之下，图拉伯动了杀机。当怀疑的种子滋长成大树，谁也无法阻止一场悲剧的发生。我今天会这样，都是你们逼我的。我今天会这样，都是你们逼我的。你刚刚杀了利佩洛和迪米特，现在轮到我了吗？不，该死的是你们，该死的是你们。总有一天，你会为你的选择承担代价的。不，这不是我的错。